早安，早安。啊，那玩一下这个啦，不然感觉都没玩到魔力。而且番茄技能经验都比我高，好难过。没有空玩。知道教主看医生，也知道痘痘，但真的不知道看啥。看护士，你早开还是时间到了？啊，我很随便啊，怎么了？你第一次认识我？我家宝贝嘞，好挂台，拜拜。你有听错吗？医院总会有护士吧？欸，你好扯哦，为什么你的技能都练那么快？上班真的太无聊，跟我说欸，然后删掉你的角色，重新再练一次。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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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洛伊丹恩。卡哭啊！没有，他想说每天就上来练个一小时，练个一小时，卡石化以后啊。哦，而且要混工要练呢，我练这两只垃圾角色。风风急，刚真的很开心。有啊，那时候就说，如果遇到的是那种很奇怪的时间上线的话，可以解啊。因为光遇那时候加很多好友，我担心的一件事是我们比如我们在组队嘛，在等人，如果就可能有人跑进我的那个房间里面之后，导致说可能只差一个人，突然闯进了一个小黑或一个就是刚加的朋友什么之类的，啊，我又很尴尬，想说你们可以先出去吗？那个我还在等朋友什么之类的。聊聊医生说了啥？我还想说，是不是伤口他切死，也不是切失败，可能伤口切太大还怎样？然后刚回诊的时候，他是说，你这伤口，他好像就想吃一下。然后说，我想一下怎么讲，应该是没有意外啦，什么之类的。明天啊，他是说，那时候回去是想说，应该可以直接那个拆线还是什么？我想说只有两天，因为我上一次开刀他是一个礼拜后回诊，而这一次开刀他说两天后回诊，然后伤口应该很小，然后就可以拆线。而且他是说七天后再来回诊。我说哇，那好像只是回去换个药，擦个碘酒，然后就看一下伤口样子。那好像是伤口。可能啦，疤痕应该会留得很明显，因为听他的口气讲起来好像是可能在想怎么婉转的话来安慰我。现在还很痛吗？是不会痛啊，就是会隐隐痛一下，隐痛一下。
实你在上线上课不意外吗？不会、欸，昨天没什么睡觉，跑个图，跑完图本来要睡觉就上线了，跑个图，昨天没睡觉，哎、欸，我上线也是十分钟前的事情、欸，哎，去睡吧，晚安。会啊，会安安。所以你真的考虑整形了、喔？白痴哦、喔，怎么可能？考虑这个前提是要有钱。应该说想对不对？想考虑跟做不做啊，都是各码的事。先想归想，啊，考虑归考虑。为什么会考虑？考虑就是因为有想过这件事情，对吧？就讲好听一点是整形，讲了哎呀，就是可能把没有啦，也不是要整形，就是什么痘疤或是刀疤那个那些疤痕，除疤手术这样。好，晚安晚安晚安。这样还是你觉得塑胶感太重的实况组不想追了？好，再见。Goodbye， 丁安安，塑胶感哈。孝存，子瑶安，子瑶生日快乐呢！三天了哎、欸，今天是你生日过的第三天呢、欸，还是你要我算到365天你才愿意唱？365天，让你听不到，可能会留疤，什么可能会留疤？一定会留疤，好吗？生日的时候播什么歌好？什么歌？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会无聊过去的画面，应该这样唱吧？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来了，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这生日快乐歌啊，真的啊，副歌是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蜡烛点了，寂寞凉了，怎样？有生日快乐啊！怎么了？欸，蒙安安，蒙你好啊，蒙。英华，你知道我故意想唱就是会有背景音乐吗？对不对？就消人声的时候，发现把我的声音消掉，留下背景。我要谢谢你给的，你拿走的一切，还爱你，再一点疼。
的脸伤痕，幻灭重生。那个什么怪怪 ID 啊？那个你要不要好好讲话？什么 G A R Y？哎，别人啊，对呢，今天很多人是不是毕业了？哎，不要再什么毕业遮天告白之类啊，不要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好吗？标题。毕业快乐，聊天聊天。你是新观众，嗨，你好。刺丝，哎，不刺丝，对不对？清风你好。我本来要在 DC 开一个语音房，是那个安安区，大家做个早安、午安、晚安，对不对？安安集聚地，不过好像文字频道太多了，好像打在 General 也可以。带你练功，你是江大头吗？我怎么带？我新手哎、欸。毕业，我以为是光遇季毕业，今天可以毕业哦，没有啦，今天很多，今天很多国中、高中生毕业。我要谢谢你给的哦，昨天他们唱的，不是轮到我被那个了吗？派对了吗？我想说我可以唱歌了，结果没唱到，我好难过。然后点一首歌给哈尼，甜言蜜语的同传递，加上超多表情。我今天有在光遇社群看到有人说什么，应该一堆人毕业了吧，就上你们白霄的那个什么，造型。我想说，啊，不是还有几十天吗？现在应该还有几天？二十几天有了吧？应该照理说是剩下快十几天才会毕业啊，而且还有那个什么鬼？欸，加倍辣还没出现呢，上 DC 唱。欸，你知道今天反正刚在弄那个之前的那个音效卡，因为太久没用这个音效卡了，我都已经真的不知道怎么用。还有 Echo 啊，但G辣没加倍啊。不是，就是还没碰到G辣加倍，我就觉得很奇怪，感觉等彩虹日吧。我想一下哦，反正哎、欸，哒哒哒，哎哒哒哒，还睫毛弯弯。反正睫毛弯弯之前的专辑，啊，所有歌我都会唱。是哒哒哒，哪个比较久啊？好像哒哒哒更久哦。我那时候超喜欢睫毛弯弯的专辑。因为那时候他不是那个，是他那个王心凌带着鹿角嘛，那种冬天秋天感很重的那种气氛，我好爱哦。啊，怎么没魔了？这次的季节双倍还没出来，对不对？你不觉得？
小妞，你不觉得这一次特别久吗？那时候我们应该玩到季中就一次加倍吗？我记得一个季节那时候不是玩到有两次加倍吗？有没有觉得很奇怪？那时候跟他们讲的东西都还没出来，还有很尴尬。啊！我不小心补到魔了，靠！完蛋！难道官方不给？到欸，难得我拖了可爱的萌新进来，还画了图送给新。印象中以前是寂寞才装备的啊，我怎么有记得？不然就是寂寞啊，但是也太末了吧！哎，盼盼，哎，盼盼，我有事要跟你说，你待会看一下资讯。可爱的萌新你吗？没有啊，你是萌新欸。那边骗。好了，我密你了。小西敏西还打错，你再给我打小试试看。你以后叫西敏再加个小字，你试试看。我就让你看看谁小谁大。不是啊，西敏就不喜欢人家加个小字哦。他就很奇怪，他不喜欢。你对下个季的水母头跟水母斗很感兴趣？哎呦，竟然不是玲珑的发型吗？这个投票干嘛的啊？简单来说就是，你看哦，这个投了114票，但是观看现在观众有50个同那个嘛，同阶50个了。然后然后表示说会有人路过点过，你懂吗？就是可能会有人路过，然后点一下就走，点一下就走，就是看看说会有几个路过的人，你懂吗？再好比说，你看这些路过的，他们宁愿不点喜欢，也要去点一下投票这个东西，对不对？懂这个投票的意思吗？所以我就说这个投票其实没意义。那学兵就丢个东西上来，然后给人家乱点。你要陪你同学玩游戏的，拜拜。好，拜拜。像我那时候，其实你们可以那个谁，克洛伊或西敏可以去听《手表》这首歌，就是一样是睫毛弯弯的那个专辑里面有一首叫做《手表》，还蛮好听的，情歌啦，是情歌。然后还有一个是《想和你》，都在同一个专辑里面的啊。啊，《手表》就是说，他意思是就是说，他是一个手表嘛。然后就是可以听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啊，反正去查啦，然后仔细看歌词，就还蛮好听的。爱陪着我们寻找一种美好，有你给我暖暖拥抱，给我很重要。然后那时候回去听，他就是爱陪着我们去寻找嘛，而且呢，爱陪着我们寻找，
这一刻刚好。什么东西？还是你唱给我们听？对、啊，就这一首啊。然后想和你是，想和你就比较类似周杰伦甜那个啦，那个甜甜甜甜的。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就让我变成你的手表。我就要高一点，这边应该收音比较好吧？因为我发现真的我在剪片的时候，我声音好容易会突然不见哦、喔。等我一下，出关啦！繁星照，恭喜小雪出关！哇，还在那边开加班耐久台，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小雪啦！我原来说聊蓝色、红色是这个意思。我那时候想说别人在聊什么红色、蓝色，听不懂，还以为是要去什么蓝色学校、红色学校。呀，我这风好像会吹到，我很怕风吹到麦克风。不然就是那天还有谁唱？每次看到讲到这个就很好笑。阿七在不在？阿七那时候就是我在一直在看 DC 群，然后自己在做事情，然后就做一做，看到说克洛伊开麦了，然后说什么嘴嗨了、口嗨了，然后就马上冲进去听，然后阿七就在那边说。繁星竟然会出现在这边，然后你们就补了一句吗？这是他的群欸。我说好好好好，我的权限给你，我权限都给你，我走。兔崽子颜色，所以快筛的颜色都一样，只有红色吗？啊，那时候怎么有人跟我讲说什么快筛什么红色、绿色、蓝色？哦，对不起，我误会了。我那时候以为人家说什么快筛的颜色还有分。啊哈，不就只有红色的线两条一条而已吗？啊，为什么会有分快筛的颜色啊？是骗我啊！最近嘴嗨，突然想唱歌，很长啦，就只是啊，反正那边就是给你们舞台嘛，对不对？你是金粉丝，嗨，你好，大鱼你在吗？呆鱼，赶快来！有分哦，韩国出品的是黑红线哦，没有，有个新观众叫大鱼，快来！那前面坐过的大鱼，没有，我是说呆鱼啦，呆鱼，抱歉，没有好好叫，我很抱歉，让你误会了，我叫的是这位可爱的鱼。没有啊，就是我们有一首歌叫《那些年》。然后歌词是这样唱的，那些年错过的大雨，然后就会唱成呆鱼，然后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那爱情就是阿七，那个写作业的阿七。好想告诉你，工作挂台，好的。昨天教主有看我们在嗨唱发出来的吗？我发出来。好几个人唱不同的歌，我昨天听完克洛伊的三首，不是换无名唱吗？无名唱完之后就去忙了啊。台湾字的是两条红的，韩国字是红黑哦，这样啊？怎么还有听到绿黑那个啊？蓝色的，蓝色就不知道了吧？我在很久欸，有人跟大家问你们，不是，我怕你又不在了，好不好？哦，你好像很不懂我哎，我是怕你又突然不在了。哦，算了，走心了，你去跟马同学跑图，去。
按下咨询栏下面，什么下面咨询栏？怎么了？这是什么游戏啊？魔力宝贝永恒初心，走心了，拜托。你说我们两个同时出现的，那但是我看到的是马同学牵着你，我牵着马同学，好扯哦。然后把锅推给马同学，哦，你好扯。叮！现在连资讯栏都懒得看的是吧？拜托，标题、封面，就算画面上面写游戏名称都不知道好吗？在想啥呢？我刚刚过去正好吃海胆，看到两个名字同时出现没？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知道那时候在回诊的时候，想说拿完药包。你知道看到那个画面之后，我的腰包就已经落到地上，然后手机还掉到地上，咔咔咔咔四声，有没有？就那种连续剧那种腰包掉地上，然后手机也掉到地上，然后感觉那种被背叛的，有没有？他居然背着我，没有啦，戏太多了，没事没事没事。你竟然是回我好扯，不是回我手机有没有坏掉？我好扯。说到海胆，我这辈子吃过一次海胆，我好像没吃过哎、欸。嗯。个人讨厌海鲜，还行吧，海鲜很棒啊，海鲜好吃哎、欸。嗯。风热，手机有破吗？没有啦，还真的手机掉地上、喔，怎么可能？啊，刚刚全都是脑中的画面而已。啊，请仅供参考。啊，这台说的话不能信，这台所说的话不要相信哦、喔。忘记那时候跟谁玩的时候讲的。哎，我们那时候玩什么东西？说什么东西？啊，是玩恐鬼症吗？像榴莲一样吗？榴莲的话我可以闻，但是我不敢吃。就像西敏一样啊，有人喜欢。有人没有说到不喜欢，对吧？总有人喜欢臭的东西，不是说秀秀。话听一半就好了，对，你只要听到手机啊，听到药啊，没有后面了。阿敏啊。
我话就说到这了啊。我还跟我说出来，刚宝贝说，宝贝谁？为什么你在光遇怎么叫我宝贝？我叫做该氪金喽，宝贝，什么意思？不是啊，我跟番茄版就没关系啊，他爱叫谁他叫啊。没有，我们从来就没有关系，哪来的背叛？好吗？现在目前唯一背叛我的是呆鱼而已。有那么严重吗？不是效果，没有，我们从来不做效果的，我们从来就没有关系，好吗？从来就没关系。全都是你的一厢情愿。欸，还有那个，如果真的要在预境玩光遇以外的游戏啊，上面明明就有什么回锅或养老的东西，你可以去那边啊，懂吗？有没有在光遇频道的？月月有没有在？不要每次在里面什么玩原神，还玩什么其他游戏的，好吗？阿威，今天有人在玩光遇，想讨论的事情啊，要去哪边？去另外一间了，天哪！有在光遇不能玩光遇，能去其他频道玩光遇，好可怜。哎，月月没在看，没在看台。没有，你们要想哦。那个，比如说，好，今天你们在。雀魂那日麻区里面玩猎龙，那还有另外一间房间，对不对？啊，跑下去就是唱歌，然后在唱歌频道里面玩光遇，然后在光遇里面玩其他游戏。我想在干嘛？乱了，乱了，大哥乱了！我有外放，不知道他什么地方。哦，你直接讲给他听啊！我想说，怎么九点半那、啊、哎？欸那时候九点多看到，怎么有一群那个谁在里面？什么荧幕分享光遇吗？就打开看啊，不是光遇欸，你们都乱来，不是，就是因为你们都乱来。你们说边玩光遇边唱歌这样好也可以，没差嘛。啊，有时候可能是玩累了，突然在雀魂里面唱歌，那也无所谓啊。毕竟你们一开始就在玩雀魂，啊，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在里面玩游戏啊。不然我以后只要开房间就好了嘛，就房间一、房间二、房间三，然后留文字频道一二三这样就好了，就不用分什么群什么群了，还是要改成这样子？你们觉得？没有啦，我现在是好好在讨论，说，还是频道就干脆不要分什么分什么分什么，也不是说碰到边，可能今天就休息，还是也没有，我也没有管太严呐，就是。会让我觉得这样做还有意义吗？还是就通通是频道一到十，然后文字频道就是在频道的上面，啊，一个每个文字频道上面，下面就有语音频道。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对吧？因为现在比较多就是风冷院跟唱歌区嘛，有在活跃啦，然后猎龙区是固定那四五只猫在那边固定玩，对啊，至少你们不会在猎龙里面，要看对象呢。如果怪人今天猎龙猎到累的话，那里面唱歌就里面有一大堆人。
好，就会出动啊，我们的纠察队。哎、欸，赶人喽，赶人喽！这边群聚太多了，我要关心一下哦、喔。想骗我？玩魔物猎人才没超过八个人呢、欸，你们这边已经群聚到八个以上这样子，有没有？就突然说，哎、欸，骗子骗子，一堆玩魔物的都没揪我，没有都在听歌，要把你们赶下去，先通通丢到挂网闲置区，对不对？那边再自己那个分那个分位置。哎、欸，好像也不错。哎、欸，我昨天本来晚上是要那个，我半夜有起来，我半夜起来的时候，我是要那个，把你们通通全部丢下去，然后再叫你们自己上来。可是不行，我太累了，我就又逃回去。一等安安，小刘安安，他没有按键可以直接丢下去。有啊，我可以啊。最近唱到一半，然后打麻贝飞的要唱歌。哦，这个我之前就想过了，好不好？我之前就想说，哎、欸，来哦，酷窝的开始，然后只要输的被飞的那个人要唱歌。嗯，啊，包括我啊，好吧，好不好？那信就不准进来了、喔，而、欸、不是信那个谁，蒂恩，要确定能开麦唱歌的才能进来哦、喔，不要给我说什么啊，我一定不会死啊，就啊，哇塞，要唱歌了，给我在那边打 O U O， 讲错了啦，雨林安安，雨林好久不见。欸，如果我下去高蒂恩有麦，我知道啊，那、啊、他就不敢唱啊，他就俗辣，只会笑而已啊，他就只会笑啊，他还会什么？我现在比较想说，他会哪天把你的那个音档给播出来、啊？可以，敢上桌就要敢玩敢唱啊，对啊，因为没有 care 你唱歌好不好听而已啊，就是要给我唱啊。我被标题掉进来，我还以为是在毕业典礼，没有啦。什么毕业典礼？你是说什么毕业典礼？哎、欸，怎么你叫做被标题掉进来？你还跟我讲说什么最近早上都可以看我的台，我都没有感受到哎、欸。啊，怎么就只有那一天之后，后面就没有了？你都放弃了，昨天已经完蛋了。我觉得真的录音就自己听吧。啊，除非我像我今天录的时候，就可以问说，哎、欸，可以丢上去吗？我也不是难听的也丢上去啊，我是觉得好听的我才丢上去呢，对吧？我这样做法不过分吧？你们还可以荧幕切着，然后自己听他们的歌，完美，棒，赞。反正要唱毕业歌吗？你们毕业歌是什么？我当时是隐形的翅膀，隐形翅膀哦、喔，隐形翅膀怎么唱啊？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那什么？春夏的樱花那首。我感觉是费玉清在唱的歌。昨天丢的好多人唱的，但是克洛伊的声音比较突兀啊。哈？那我要以后跟利恩索取克洛伊的音档，这样没有自己听而已，没有要丢。那有些好听或好吃的东西，对不对？
像比如说什么啊，今天发现一家好吃的那个拉面店，那我才不会推出去给别人吃欸，自己独享。因素是什么？我帮记录给你，翻记录，什么记录？还不下雨啊！那前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放弃。多好的下雨嘞！他说90%。哪一首？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那个呆鱼，你的歌词其实打错了哦。你那首是那个吧？那个什么歌？王成林的歌对不对？不是副歌是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吗？还是他其实都有啊。豪门结冰的冰果用力啃不动。王成林，哎，王成林是谁啊？对不起，杨丞琳啊，抱歉。哎呀，王成林是谁？啊，叫错人了，求了求了。啊，王心凌啊，白痴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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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抱歉，抱歉，你都在偷看。我在看佩佩的动态咧，他有时候换了一下就会去关心一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换回来哦，他没事，笑死啊！就像我刚刚在聊王心凌，可恶！但明明没人没那么多啊，对啊，所以投票就是这样子意义啊，因为都这样，就会进进出出的嘛。我现在就是一个摆烂工作看台的那一个人欸，行吧，还行吧。
加一，哎、欸，加一，加油！拜托，聊天室有多少人？之前不要说工作好了，线上课程给我在看台的边缘人啊，干我屁事哦！哎、欸，不是哎、欸，等一下，为什么又是我？哎、欸，不是针对你，就只是觉得啊，你就是这样。哎、欸，你好，安吉总，今天有空看台？你也毕业了吗？不是，我记得你不是高一、高二，突然被 Q， 对啊。咚咚，线上，对啊，那我没 Q 错啊。水蓝鼠速度也太高了吧，就高哦。线上的我都是一边玩游戏一边上呢，不被老师问问题。你还玩游戏哦？天哪！啊，你这样教坏人怎么办啊？啊，教坏人就算了，不要教怪人。线上才会比较认真，整节都抄笔记，还不是低头滑光遇吗？你看古人的低头思故乡，对现代人来说是低头滑手，有低头滑故乡的照片。对呢，我要举报佩佩。有一次他考试都跟着我烧海胆，考试烧海胆，哇！还有什么爆料？来，佩佩，轮到你攻击他，有什么可以卖掉他的？不是啊，烧海胆还好吧？而且，你还敢举报别人啊？
你自己有什么罪行，你要不要讲出来？来跟你说话，那你就是共犯了，你知道吗？你那时候，请问你那时候知道他在考试吗？知道的话，那你还带着他吃海胆，带着他讲话啊？你这样对吗？你有什么罪行？好，克洛伊，拜拜。你看，克洛伊又听不下去了，他终于看开你了。太好了，克洛伊，你终于看开了。打多久了啊？一个小时了吗？好快了。这是什么东西？卖人的哦！哎，真的敢卖哦！我看一下哦，实况上能播吗？怎样？你们是同时一群人唱同一首歌，还是？你们昨天怎么？哦，真的克洛伊的好明显哦。我要吃肉肉。你们昨天已经开始玩到这种东西了，是不是？反正我只能听到克洛伊的，哎，同时不同首歌，太强了吧？你现在这样子玩了、喔。那他们是把耳机拿下来吗？我有办法不会被人家牵着走啊，好强哦！你们开始已经无聊到这样子了吗？然后开始说，请问上面总共有几首歌的歌词是什么？一定要拿下来啦，不然怎么可能听别人怎么会跟着唱？我也要吃肉肉。
小居安第一次好，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唱了一半大爆笑，不是串烧啦，就整个是变喷的好吗？变收水了，这不是串烧，串烧是从头的。我也要吃肉肉，下一局是我难过的，是这样才对。刚刚那个不是啊，刚刚是全部打咒会呢，刚刚是全部混在一起耶。你们真的是越来越无聊了哎。翻起来抓鬼啊！啊，现在，对，现在，我都没在怕了，你怕什么？白天玩抓鬼才不会怕、啊，对不对？啊，起来！我的爆米花终于要吃完了，还玩了不亦乐乎。那你们下次要不要一个裁判，然后分两队，然后裁判出什么题目给你们？什么红方好了，哪五首歌，你们就先去楼下哪里讨论一下。七公蛋混乱，看一下哦、喔，我这个要可以的话就是。可能从关帐休息区可以让你们去啊，不抓鬼区。对，鬼抓人房或西西之墓可以你们自己去玩。他们决定好队伍开始就是，有没有？那个我在上班，你在上班？那请问你在干嘛？看台？光遇？魔力？你好扯！乱攻击。但那个人不同的声音很难控制。没有，你要想一下，如果有克洛伊在的话，那他们就只会听到吃肉肉而已。你看，同时五首歌，他们只听得出来吃肉肉，对不对？又不是其他五首歌就很平均，大家大概都听得出来。我被吃肉肉给盖住过去了。你要听其他的吗？其他的我最大声，你可以给我听啊。你唱什么啊？来，我就听听看你唱什么，然后再听听看其他人唱什么。所以你很闲，对啊，我就怕你太闲，要你上来抓鬼啊。
你说往前翻，往前哪里啊？要不要让我现在开台找吗？很久哎、欸，你可以找给我吗？我要翻。笔电跑不动，而且没麦克风。没事啊，你的功用不需要麦克风。你就是不敢嘛。这个阿茄就是训啦。给你找嘛，靠腰，就跟你讲是开台找啥小。哎、欸，我听得出你在唱什么的呀？就不能轻易放弃，爱上流浪的许愿瓶，对不对？小星星，嗯，我还是被格斗宝被牵走了，可恶。是谁加一秒被 KO？ 不是啊，格斗宝贝不是那个谁，克洛伊唱的吗？那小星星是谁？你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甜啊？骗鬼哦！你的声音也太像克洛伊了吧？骗鬼！我不信，你现在唱一样的 key 给我听。唱不出来，你就是假西敏。再听一次。干什么？像克洛伊的声音啊？至少你要知道，有一个人把那个音全部拉走的话，他就很难听另外一个的声音了、啊。我听另外一个。等下，后面那些男生的声音到底是什么？也太小声了吧！男生声音是干嘛？奇怪，七月明就还没到啊！来 ，KO。这不就跟上传的那个一样？不一样啊！上传那个不是吃肉肉吗？靠腰、喔，我想说，怎么出现的？抱歉，感谢会员，感谢加入昂贵点的包子，谢谢洛基，谢谢洛基。我看到关键字了，昂贵点的包子。应该是你要唱一块，我在想说，他这声音是怎样？怎么都这么小声？是谁？我等下看一下是谁。放大来看，看一下。信跟怪人呐、啊，还有阿七啦，白痴哦、喔。那信唱歌可以大声一点吗？静，请问你那天在唱什么？感谢贵包，就是那个、啊、有升级的啦，就是我不是会员便宜的是75吗？啊，再贵一点的话就是300块，没有，那我解释一下，那个300块真的是我随便乱点的，然后就是想说就摆着嘛，然后完全忘记这回事情，那再来是。
昨天我不是昨天我有离开你们，我说去听一下 YT 的那个好像创作者的那个实况直播，就在那个探讨一些给一些创作者嘛。结果前面一个小时完全都是我们都会的东西，那后面一个小时是，某位百万 YT 的那个经验谈。红色的才只有普通包子，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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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要自己去点升级的地方。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对，那个那天是我们在玩的过程中，然后有人就问说什么有普通昂贵，然后我就那时候解释给他们听，我说那时候还有一个3200的方案，我就想说那时候只是乱点点好玩的。然后都想说你们不要去乱点那个会被我叫盘子之类的啊。那天是谁先点的，信吗还是欧弟？他说感谢盘子的会员，然后再克洛伊就点了，就说开白痴克洛伊哦，你干嘛这样子。对，那造成就是秀秀也跑来订阅了还是什么，就开始陆续就是对。感谢边缘人的六个月之息，谢谢谢谢谢谢。没有，那再来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才知道上限可以达到10000多块钱的会员。你知道10000多块的会员吗？那个不是盘子是什么？那是真爱了哎。感谢利恩的，你这个应该已经是订阅过的免费 SC 吧？感谢真爱之包，对，真爱找包包啊，到哪里找回真爱？找回所有遗憾，错过的爱又不能重来，是吧？我唱，等一下哦，183真爱。欸，我其实已经练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玩其他游戏了。我看一下喔，到哪里找回真爱，找回所有遗憾，爱的真相就能够解开，多给我一些片段，停凑未知的意外，失去记忆追逐真爱啊，咔咔咔咔咔咔咔。对啊，顺便来测试时间跟普通的，那我要去丢一个最贵的，比如说用盘子装的包，用昂贵盘子所装起来的包包。啊，我也跟他讲说，其实不知道欸，这只是真的是支持才会用呢、啊，毕竟我也没有什么回馈优惠啊，还是去做一些什么会员专属桌布什么之类的，我没有这东西。曾经有打算做，但是这真的是碍于我的肩膀，好像真的不能长时间做一样的事情。你看我光是现在玩斗阵，玩一些 FPS 游戏手都会抖 ，PVP 游戏手都会抖，那画画肩膀又会痛，怎么办？我已经背了欸。什么昂贵的包会比较久？什么意思？你说昂贵的包包吗？没有啊，人就说测试你的包包是不是真货或假货，就是淋一场雨就知道了。女生会拿包包遮头，那一定是便宜货啊。如果用身体保护那个包包，就是货那个有没有真品？
真爱无误包啊，这比光遇礼包、啊、那种光遇礼包有没有？你没有能获得任何东西，乱射都快六了呢，所以我才说真的要玩的话，你就看全部都丢乱射就好，那快六了，白痴哦。上次狐狸讲完我就去玩了，然后克洛伊也加，对啊，好像那个一万多的点下去之后，其实好像已经把房租跟水电还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缴完了、欸，可是真的要缴的话，也不要叫去那个吧，直接给你户头，还几十块手续费，把那些抽成都被抽掉哎、欸，我自己听的也很难过哎、欸。电工就上去了，我知道啊，这才说弓箭手根本就白目啊，哪需要练技能？话说昂贵包之后能降级吗？我不知道哎、欸。他们点下去也是今天才，前天开始的事情啊。你看，二五六个人投票，啊，现在同阶多少？50个。所以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投票系统吗？我只是想看一下，有至少有多少人点过路过。懂吗？这只是一个统计而已。你看，这二五六个每个点个喜欢的话，你看我现在喜欢的数就达到250个，265吗？65个人，啊，一样啊。那留下的才是真爱，留不下的。只是遗憾，因为我留不下他们，错的是我，我能力不够，都是我不够好，没把你照顾好，你打我骂我就是不要拉黑条。我想我不够好，能不能全忘掉？你不理我的日子，我总睡不好。那时候以为是什么？我要变成海绵宝宝，爱逗你笑。那时候以为克洛伊想听的海绵宝宝是这版本，就是回音歌的。然后回音歌我唱过了。没想到他还想再听一次啊！我早再唱一次。教主没关系，你抛弃番茄过来。那我问一个问题，你要真的诚心回答哦。我跟番茄同时开台，你会看谁的台？不敢说话，不用怕啦，真的不用怕，因为你就是要打招呼，我们才会知道啊。他只是不要像某个江大头一样，也不是说他不对啊，是错在我跟不上他的脚步，真的，我没办法跟他的步调，我觉得我很挫折，因为我没办法顾虑到每个观众的心情，所以我知道有些观众就是宁愿选择就是默默看台，像呆鱼他那时候给我看一个照片，不是他的照片啊，是一个图片。他从2014年就追我的粉专呢，我想说哇，我说啊你怎么说从来没有打过字？他说又没有打字啊。他那时候也是说什么刚好我有在开光遇台，才会来看我的频道，拿起来编的有没有？这不是说好不能说的吗？
而且番茄他都会为了你，他自己都不开台。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抓鬼的时间是他家人在用网络的时间啊，所以他比较尴尬的是，他有一次是趁家人不在，然后他才说可以开台。有一次不是很晚嘛，十点后的时候他突然开台，就是他那边有画面，我这边有画面，他也没有为了我啊，他是为了我。然后六点赶快开台，开到八点去休息准备一下，然后大概八点半左右我们开始开抓。他是为了你们，不是为了我。你这样好好想，他是不是为了你们比较多，怕你们没有台看，然后赶快开完台之后，然后又要加班来应付我。Hello Holly， 谢德言，安安，小千早。对吧、啊？其实不用怕讲话啦，打个招呼啊。月光努地三岁安安，喂，英文不好，不好不好。怕无聊吗？有啊，你每次都打招呼。好，那以后我看到你特别讲一下好不好？但这个权限只限前几次，后面有可能就会太累了。好了，我练一个小时了，我们可以收工收工。YT 有办法看什么时候订阅吗？我不知道耶，问倒我了。你看，我连在哪边加会员、怎么加会员都要问你们，因为那时候是用电脑版的啊，一大堆都是用手机，我就不懂。怎么是银行？哪一间？这间民房。不是。生气哦。反正是这张地图，我真的很不熟。长得好像哦，哎，好了，你们想玩什么？我在追教主台之前都没追过。不过台，你说其他人的台，你还在跑光遇吗？我感觉你在分心。耗阳兽的游戏哦，什么东西啊？你说玩高空弹跳之类的吗？
还是生小孩之类的。我是刚好打完段位了，哇，讲的好像我要打日麻一样，你们好过分哦！等一下我打喷嚏哦。啊咻！对不起。鬼抓人会闪现啊，先关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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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一打开，我怎么有角色啊？好奇怪哦！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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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绘图软体现在有每日签到，记得签。今晚阿米狗我应该不会参加咯，因为我怕我睡死，因为已经。其实爬得起来，但是会太累，很不舒服。在考虑要不要刻那个皮肤，哪一个？哪个皮肤？哎、欸，好扯哦，怎么是这款游戏啊？还没有给我显示。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这款游戏在干嘛。你说你那只三千吗？我三千哦，你是说鸡脚豆哦，吃西瓜那只是不是？你看啊，每次都有这个远征，还剩多久？哇，还有这么久。新角色哦，等一下哦，新角色解锁，神秘店主，可以买到物品特技塔，就是，哎，好像很好哎，借我玩一下，有新角色哎。出发，
你没在送礼物欸，礼物什么东西？哦哦哦，你要结婚是不是？今天好像很猛欸，他有卖兔子，一座手建的永久飞镖塔，我太高追了吧。我妈用盆栽种一颗小青椒，哇靠，一天都。小盆栽种一个青椒，一天都有好几个可以收获，什么意思啊？青椒的收获这么好吗？都是卖什么？但是把它放在陆军，那给轻松解决掉一些。赶快买一个什么东西啊，一颗可以生十几个，那青椒应该是小青椒吧，因为那些东西不是要把一些果实给剪掉之后养分会平均掉吗？我没记错吧。三千的话你不用怕、啊、去年就有了。嗯，订阅我快六年了、欸、我的天啊。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取消掉。取消就重新算。你们应该看不懂在干嘛吧，反正气球就是从上面升下来，但是清太快了。导致看不到、啊、这是什么，所有英雄的披风，这些物品给你的飞镖猴子，接下来只能是低阶盒子啊，心酸啊、哦、好心酸哦。完蛋，玩过头了。嗯，好啦，我都没坚持在玩这个了。哪个？你说猴子气球哦？你说这个射气球游戏吗？对，好像买钉刺就好了。看一下他干嘛的。哦，他撒在这上面的哦，太高追了吧。这是干嘛的？
朋友磨那些飞镖，使他的这个变得更加锋利。哎、欸，他身上冰冰的哎、欸，大蕉，不管是谁，要从那个都会喷的。好，喷火。哎、欸，好可爱哦、喔！这款我只记得之前有大量的更新，有那个啊，因为有个英雄，有比如像这只好了，有最后阶段啊，有这个暗影阶段，那时候他开始改成这样。太怪了。哇、哦，好可爱哦！我好像是那一直解东西才不好玩了，没有，你就是真的解到后面，你就会发现他能力就越来越强啊。你就想到他是先祖啊，这样想是不是心情就好一点了？啊，碰到就爆了哦，哇，亏了，亏了，亏了。还有什么青椒？肥料？你的农场也需要香蕉吗？想要这个肥料吗？哦，这种感觉好累哦。不会耶，其实就好玩啊。那你们现在看不懂在什么？我下一场把这个放远一点，你就真的可以看到有射气球的画面。我想说，他早点出来，早点打掉，其实。可以加快游戏的时间，你会没耐心。啊，我也会没有啊，但是我就喜欢这种游戏啊。哇，没啊。你看每个猴子嘛，的能力升级条件都不一样啊。像同样是这个猴子，还有天赋触点不一样的话，你看长的样子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再次出门挂网一下，好。然后其实这只也可以变死灵法师啊。就是来得及吗？看一下哦、喔。下面就是死灵法师的技能。哦，这卡。看，他原本就是很死灵法师。但是为什么没有召唤死灵呢？因为他需要他打到气球才能召唤。因为有没有召唤到了？因为他刚碰到气球了，所以召唤出一些小气球出来。你破碎记已经确认会刻了，刻什么？你说记票还是刻到毕业？那刻记票的话，我不是讲了吗？其实记票就是每一季都刻个记票就好了啊。还是有什么东西？哦，还把嘞，一定要刻好吗？很多东西都在记票才能拿到的，哎，我一定也会刻啊。只是到时候应该是跟你们一起吧。
因为那时候是我送摩卡嘛，啊，这次他换他送我，啊，这次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看我自己或是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噜噜噜噜噜，看看这到底打什么好了。呀嘛吧吧吧吧吧吧，啊不呀吧吧吧呀吧哒吧吧吧吧吧吧吧，放这里。艾泽，哇，他还是有攻击的呢。哎、欸，那这一场我换这只好了，换完这只。啊，完蛋了，这样你们还是看不到啊、哦！我解释介绍一下，这一只第三集，这个点到三集的话是。场上会有一个藤蔓出来，那个藤蔓就是会捆住气球。那其实就是这个气球，你们看到，气球又不见了，没错。除非气球太强了，它才会突破那个藤蔓。你应该会有多三张，没事啊，等到季节开始再问吧。季节开始前再来问啊。你跟小妞还有陈烨，什么啊哥？哦，你们已经摆好，你们决定好了、哦。那、啊、克洛伊下一季会有继续玩吗？想点，那边有点可爱。可下退靠近的气球，怎么个下退法？等一下，好可爱哦、喔！但他都自己买啊，哦，对吧、啊？他就比较不会去靠人家、啊。你也知道，这就是克洛伊的魅力啊！哦，看到吓退了。哎、欸，吓一下就没了哦！哦，好烂哦，消耗品，都是消耗品，怎么越来越贵？左边3200，还在期待会有。然后这个是更强的藤蔓，哪一次会有两个？哎呦，这个玩完就关台休息了哦。那个今天没有要打吗？对，不要等了，不要开游戏了。那个我今天状况不适合打吗？对。啊，没有什么原因，就等一下，可能先去楼下躺一下吧。然后晚点看，今天我不是说不会有阿米狗吗？就可能如果没睡着的话，就要嘛日嘛，要嘛就是玩泰拉瑞亚。对。那还有，如果有加兔窝群那些的，就是不要害羞，有房间就可以进去。那如果觉得太吵的话，再离开没关系。啊，也不要觉得说是为了迎合硬要强迫自己待在群组，也不用啦，就是啊，这进群本来就是你们的权利啊，所以你们如果可以进来啊，开心玩会比较好。那你看那些人，像什么林毅啊、呆鱼啊、佩佩他们都是新的啊，我玩得很开心啊，佩佩。你害羞，你羞个屁呀、啊！我觉得你混很熟哎、欸，你混得很开呢。
那我是，你是什么东西？你不是傻白甜吗？你不是傻白甜吗？换一个这个好了。看一下哦、喔，我预境很空可以进来。你们觉得现在？不像刚开始他们玩的那样子啊，就是整天也都是24小时里面有20个小时以上都在狱境里面。你看现在那个谁，樱桃也没了啊。那时候也玩太疯，他现在也都没得上线了，不是吗？所以那时候我不太敢跟樱桃解锁友情树，是因为我怕他是撑不过一个月。Lean up on aisle 7. Hmm. 好，买个商品，买个尖刺啊，放在路径上。变得更加锋利。好，锋利，锋利啊！吃辣椒啊！吃辣椒，我吃辣椒，一直吃。我在狱境常常有四二根月月，现在哦，对啊，没有，我跟你讲一下。月月是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挂在里面，有时候挂到睡着还在挂在里面啊。现在钉子要自己放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这个是这一次的新英雄张伦，啊，他可以买东西，干嘛的？我是不知道干嘛的哎、欸。buff， 卖掉这么贵哦、喔？人家买多少啊？它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还不赶紧买一点哦？买起来囤，然后卖掉。完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哦。不是啦，重新开始，好，认真玩。不是啦，玩出事啦。好啦，认真玩，认真玩。你真的早点买比较好。刚刚来我们刚刚的检讨会，就是我刚刚其实清小气球的英雄没有，刚刚都是清那种大气球的比较多，会越来越贵耶。好，再来就这个火枪啊，是这个，其实通常前面这个法师点这两招就可以挂到很后面了。那再来，这个就是清这种小气球专用的角色。然后再来是这个是输出，反正就是类似 AOE 嘛，啊，它这个是平 A 输出比较高。
然后再加上刚刚那一波气球是一个东西叫伪装，是有迷彩装的啊。迷彩装通常很多老那个不是老鼠，很多猴子看不见，有些特别猴子要像点到一些技能，像这个技能有没有？它允许法师击败那个气球，还有办法。好，如果这一次翻车，我直接开日麻开到两点。哇，你们好像很希望我翻车哎、欸！天哪、啊，好扯哦、喔，怎么会这样子？多少？我刚是不该买啊！刚其实不买的话比较好。好啦，给你。为什么？试着对应的猴子塔使用这罐烟菜，伤害会增加，但射速会变慢。哦。我比较希望你好好休息啊，你一定不会翻车的。哇哇，等一下克洛伊怎么办？那就不用担心我翻车哦，我可能会翻车。刚刚讲这种话都是作死啊，可是因为刚刚是在示范，在想说应该真的应该不会出事。哎呦呀，加油！哎，我放这里啊。那这只就是可输出，就。讲一下嘛，这只就是辅助角色，但是也可以出 AP 装，就变成输出也可以，它可输出可辅助，看你怎么点。啊，日麻很棒，很棒啊，我没说不棒啊。你怎么会觉得说日麻不棒呢？啊，叽叽叽叽棒棒。那再來就是召唤我们的亡灵大军了。看，亡灵气球就这样往前冲了，可爱吧？你都多久没打日麻了？哎、欸，对耶，任务都没解，那等下只打一场，没有啦，十二点前应该是打得完，打得完一次远征，简单的远征波数比较少，而且简单只有三场。私下来解，好啊，还是要约呆鱼。呆鱼不是私下任务都没有办法解吗？可以吃辣椒了吧？哦，可以的，加辣椒，然后你也吃辣椒，然后他们超好送我牌，我就解好了。哦，难怪昨天说什么你要发财红中之类的嘛。
对啊，我那时候跟你讲说，你就跟他们打、啊，因为之前猎龙不是也会叫 HTT 的吗？他其实不是兔崽子，他只是我的朋友而已。哎、欸，网络的朋友，我们就在打龙的时候会认识到。然后，就是偶尔 Switch 游戏他也会出现呐、啊。那最主要是有时候日麻活动都会跟多的一起接。呆鱼宝贝在吗？肯定在的吧。他谁？呆鱼宝贝。哎、欸、哎、欸，不给解，不给放，不跳。嗯。不是，只是不知道我飞了多少次。没事，我们有开专门的任务桌，要解任务的可以，也不用哎、欸，因为如果真的开台解的话，除非是那种特别很难解的才行，好吧？什么至少要什么三番以上啊那种，你看我就说不会翻车吧，我本来就说不会翻车。就说不可能翻吼，又不是我现在去大便。我已经是投掷气球的老手了，好吗？我已经知道怎么玩了。来换下一关。你是不是很期待翻车啊？还在期待会有翻车出现。紫灵法师，那要等级升上去才行啊！哎，我任务都接完了。哦，好吧，真任务而已了。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里。不行，要这里，然后靠左边一点。等一下哦，找个点，这里。那这个放。你看死灵法师的介绍啊，就这个可以复活更强大的敌人啊，更强大就是那个飞艇。还会跟你讲说，你就是解锁嘛，你当然就是要慢慢把它弄上去啊。听不到。其实通常死灵法师一只就可以撑到40关了，相信吗？不管你们相不相信，我是信了啦，信誓旦旦，哎、欸、信。可是我位置没放好、欸，哎，他火箭是放在后面。好像被 Q 了，对啊，怎么了？
好了啊，死灵仆人冲啊！蛋蛋是指什么？宝玉吧，宝玉之类的。哎、啊，你们最近在跟 HTT 他们玩，玩到哪里啊？还在带江江吗？然后正常啊，正常游戏是不可能一只法师撑到这边，是因为你看他这个前这边一个乘二，哎，想象一下，这等于是类似就是光遇的，哎，想象成就是光遇有没有？蜡烛双倍，你捡一个蜡烛等于是两个蜡烛的意思，对，它其实就是前乘以二，那怎么来就是去商城氪金。然后它这个是可以永久开启跟关闭的，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啦。因为想说后面只剩下我自己玩，我就直接把这个买了之后就变简单模式了。哎，这买了之后游戏变超简单的，除非它有一些条件是会设定说什么魔法道具失效，所以你就是全部从头开始。关卡啦，某些会限定关卡会说什么道具不会用。10000块了，哎、欸，怎么没辣椒？我、哦、还没出来呢。我、哦、来了，辣椒。江江是左边吗？对，左边。啊，有时候都会叫他胖子啊，因为他 low 的 ID 叫左边的胖子。好了，我们开始啊，为。准备打气球咯。啊，其实真的可以只靠法师撑到40关。欸，月月有没有听到？如果之后你要在预境开实况画面的话，啊、如果不是光遇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在那边啊。不是，你今天如果是前提是你刚好玩光遇玩得很累，然后刚好要换游戏，那 OK。然后，哎、欸，我讲一下哦、喔，你们不用觉得，舍不得挂掉还是什么之类的，累了就关掉去睡觉，拜托了。不然我以后真的半夜起来，看到谁在房间一个人挂着还是关麦什么的，我就进来问说，请问在吗？或是我问都不问，或是别人把他拉下去。那有时候。有的人说什么啊？我以为你在这里面，结果人不在，尴尬了，糗了。啊，有时候我知道难免会可能挂到睡着啊，难免的嘛。
啊，但是累犯不可能吧？每次都睡着，对不对？每次都睡着，哎、啊，也不知道人在不在。然后可能就是怕你在睡觉，然后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吵到你，又不知道去哪一间房间，然后就到处找房间待。你现在都挂巨魔，什么意思？你在玩世界哦、喔？你在新世界哦、喔？你在整世界哦、喔？哎、欸，辣椒会不见的哦、喔。哎、欸，兔子，那么可爱。你有食肉，需要一只可爱的超级兔兔或几只？买。啊，兔子嘞？哦，在这。你真的都挂到睡着，对不起。没有，我就把你们拉下去啊。对不对？监督建好，有个地方能挂到睡着没关系。KTV 旁好不好？你们都不怕吵，都挂在里面睡着了。好，就只有那边不能挂，啊，其他地方不准挂，好不好？半夜或是我在那边听歌听到睡着，没有啊，就是听到睡着无所谓啊。好啦，不要那么严格啦，就只是尽量好不好？大家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完蛋，今天要打麻将，就呆鱼在里面睡着了。啊，管他啦，那是把他麻将声打起来有没有？哎、欸，黛玉立直了，然后说、啊、起来，啊啊啊！黛玉轮到你摸牌了，好了，一场哦，只有一场哦，只有一场哦，要抢要来哦，等下关台喽，只有一场的麻将，对、啊、有时候不想太严格，但是觉得。欸、你们大概也懂，好啦，反正你们大概也都懂了。就像那时候那个什么唱歌一样啊，那个残酷舞台，就你们自己讲话冲上去又下来，冲上去又下来。哎哎哎哎，对，然后反正就自主规定了。啊，后面就是谁啊？呆鱼是你哦、喔，你是谁？会不会等等又一场？不会啦，我等一下想去冲个凉的，流汗。你没上线啊？我知道啊，个蠢鱼哎、欸。你心跳好快哦，干嘛？第一次跟男朋友约会吗？好了，我们要来结束投票了，346票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346个人点过了这个投票啊！掉到了，掉到了，掉到了。我明天再想一下啊，这投票没看啊，看路人路过点一下啊，那明天要讲什么？敢不敢点个喜欢再走？敢不敢点个喜欢再走啊？我们没出去啊，什么出去？开什么话题？请问现在是什么话题？啊，怎么都有洞啊？怎么都有洞啊？哎呀，这怎么打呀？等一下，月月你在讲什么？你们没出去是什么东西？你们出门了吗？
外甥又在哭了，烦死了，等一下可不可以睡啊？前天不是有测一个谎，不是测谎啊，做一个那个马桶计，就是你宁可被吵醒还是热醒？然后那时候不是选择是吵醒吗？因为我已经被热了好多年了，那报应来了。我那一天就是结束之后，我面临的又热又吵的环境。你跟佩佩啊，你跟佩佩怎样？嘿，请说，你跟佩佩怎样？来，让你说。没有出门。我是觉得啦，他都说他有男朋友了，你还一直脸贴上去，我是觉得不太好，对吧？我今天不会开玩笑跟怪人说我跟泡芙去约会之类的、啊。小鱼早，你起来了哦！你现在愿意起来了哦？啊，你等一下玩了吗？我想说，等一下我去休息一下，还是要来玩？欸，看哭。没有宝牌的话，我的。你跟怨虎龙会不会好？拜拜。啊，你说佩佩是怨虎龙？哎呦，佩佩，他说你是怨虎龙欸。你不知道怨虎龙是什么的话，你可以复制贴上去找一下。你吃早餐？好哭啊，他小。我现在在体会怨虎龙的前世今世，欸，然后咧，有种莫名感动。欸，看沙小。我该不会出现那张雀魂那个社团里面的图吧？打了好像两三三排的那个字牌，说终于断腰立直了。
哎。啊！崩溃！干嘛？就说我今天其实不适合打麻的。哎呀！啊！不适合打麻，今天怎么了？哎龙呀油桶没被吃对啊我被吃了所以没办法流满了没有流满啦你妈一群新手在骗油桶被吃被碰的不能打流满你就新手，不是你新手的问题啊，是有人跟着边缘人跟着硬讲啊。你有看到边缘人讲什么？六六。阿敏啊，你也新手，假赛啦！新手我就要生气了哦，妈的，在那边云云屁呀云，不欠骂吧？吧？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五六七，你要就快，你要就快，还想点贴图啊？我好想ban人哦。怎么办？我好想ban的月月哦。你今天是不是怪怪的啊？你们两个打问号说他小。小手也不行吗？假赛啦！不是我看到虾米好像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干嘛呆鱼就是你哦、喔。所以我刚不是讲了、欸、你是说你没上线不行大热天的真的不能打麻将看对你们聊天是打一些明明之前就会胡大牌的说什么打断幺九哦没错啦断幺九啦我们两万四的断幺九啊也是有啊可以不要再来刺激我的底线了吗求你们了
七。それ棒。分数多的是宝牌。好，萝卜，拜拜。你是想绑架我？绑你个头啦！才东三局，绑你屁呀绑！佩佩糊他，我们不用怕绑架啊，就干下去就好了，不是吗？他就有被害妄想症哦，打成这样说要绑架人，看一下你，再想一下你。嗯嗯嗯，你看啊，他的四杠子这里一。哦，你没合过大四喜哦，有连宝灯，啊，至少你有绿鱼色啦，至少你有绿鱼色啦，来偷看佩佩的，好，新手，来看看你的，零零零零零，海底摸月，啊，红宝牌。佩佩什么都没有，有啦有啦，我看到你说在刷巨魔之地了，哦，我好像上上个月才把魔物猎人砍了，世界砍了。他有一次能和大师级带你自摸了。哦、你看你不开麦就算了，还在那边羞辱人家。亲一次，盲杠，怎么有人唱比较多？有人唱朋友比较多吗？嘿嘿，先吃饭了，拜拜。好，拜拜。我等一下要去上厕所。那小鱼，我们约几点？你想要几点玩？阿鱼，阿鱼，你想约几点？阿鱼。好想拉翔虫哦！哦，拜托，我想用那个啊，钩爪去衍生啊，大锤的。你想，我想说你打什么想你呢？我想说你怎么了？你今天怎么了？阿鱼要几点想你呢？玩什么？泰拉瑞亚。我要休息多久？看你啊，看我看你了。而且你的意思是看我要休息多久？嘟嘟嘟嘟嘟。
派刀没有钩爪派身啊。派刀，那你玩锤子啊？嗯，派刀不是冰原后是纳刀吗？居合。你可以全部都用钩爪上去软化部位啊，对不对？你可以当个软化部位的太刀侠，通通都靠软化在输出。七，软化部位太刀侠，完了，好丑、哦。一、二、三、四番，八千。八千，それ棒。感觉会掉很多石头，不会啊，石头不是有一定的数量吗？一个部位的石头最多就只会有一个数量在而已，不会多掉。这个是啊，片手软化部位的心得。还想绑架啊？还想绑啊？你可以试现在四杠啊，加油！啊，没办法了，三万在我这儿。两点好不好啊？好啊。なんでもない。谢谢一位，谢谢谢谢谢谢。本一次ドラ。配的 D 被拔掉了，你可以绿的哎。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好的，谢谢佩蠢鱼跟西敏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了。感谢这个晚点再来解吧，以后店还有机会、欸。好啦，感谢各位，那两点后见喽。那我等一下是设个排程，那两点后见啦、啊。感谢各位，佩辛苦啦，西敏辛苦啦，还有谁？来快点打拜拜，我喊到二十分而已，这边开始，拜拜。然后看一下哦，有好番茄拜拜，盼拜拜，包包拜拜，带鱼拜拜，西敏该该叫拜拜，职业边缘人拜拜，我、哦、看叫全名好奇怪，边缘人拜拜 ，SPI， 自然哇哇拜拜啊，单身六六拜拜六六，哇，你叫六六来看他哭哎，气势万钧的小鱼，哇，又有大鱼又有小鱼。啊，拜拜，火鼠拜拜，金敏是不是第二次了？滚！欸，天仓拜拜，利恩拜拜，零一拜拜，乌地马是鸟地马，乌吧，乌地马拜拜，黑月拜拜，月拜拜，鲑鱼芥末拜拜，海草拜拜 ，HULI 拜拜。我、哦、忘记你叫什么哎、欸，好怪人拜，一夜月拜拜，好没人了，错，好机器人 Nightbot 拜拜，嗯啊，
好啦，我去射机器人哦。晚安，晚安，待会见，待会见。诺音，拜拜。关。